哎，你是真不知道，我每天装里程器有多辛苦，有多累。 再来，我乃陆，别打疼，站直了再来，我乃李成器，怎么样？ 再来一遍，吾乃，继续，兵部尚书，年约38，身高7尺2。 你看到了吧？哇，我每天都要皱着那个眉头。我你看我的抬头纹，我现在就不是被打，就是在被打的路上。所以，君越就不要再怪阿七了。牵任罔顾法度，残杀百姓，而且还杀了我爹。我身为李家人，为民除害，责无旁贷。我这个时候必须要站出来，替阿七掌管神不思，让阿七才能好好治疗。 尽快恢复。我知道了。哦，千仞一直在暗中监视，所以我也一直没敢告诉你，就是怕你。我明白，我不怪你。你还让我加入了神捕司，完成了我的愿望。如今我们还能一起并肩作战。 对付为祸不浅的亲人，我很开心。那个，其实调你入京的人不是我杀妾，他说你武功非凡，能保护我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一起，你在我身边，这就是最幸运的事情。 你干嘛，李成器？没看到我和你嫂子在温存？你该吃药了。他说我该吃药了，你该吃药了吧？你这个瘸子！你有本事就过来！我好怕怕，你推轮椅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哎，你过来呀！ 小姐，小姐你在哪？小姐，小姐你快回来吧！小姐，小姐你快回来吧！香儿，佟丽大人和申捕头没事了。真的吗？小姐在哪儿？他们已经安全了，过两天便会回来。太好了。你干什么？我有点冷，想多抱抱自己。 爹，你放心，孩儿很快就会完成你的遗愿了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
儿时的梦想，笑着想起年少的自己，了不起的模样。